7月12日早上，陈乔恩晒出了自己熬夜看球照片，还写着：“我终于也赶上一场世界杯了，熬夜看球需要金箔。”照片中，陈乔恩躺在床上自拍，脸上一点妆容都没带，大眼睛看向镜头，让人很是心动。陈乔恩变化着各种方式来遮下巴的那颗痘痘，也是相当疲劳。不过在有痘痘的情况下，依然敢晒素颜照，也充分证明了陈乔恩目前对于自己的素颜相当有自信。小扎着丸子头的她，也是露出了完美的发际线，很是漂亮。而陈乔恩最后一张则是狗狗陪同自己看球的画面，令许多网友感慨是人不如狗系列。说起陈乔恩的素颜，前段时间陈乔恩也是素颜亮相机场，不过那时候的她状态不太好，尤其是那发亮的脑门，看着像是秃了一大片，令人相当担心她的发际线问题。但是从陈乔恩这次新晒出的照片来看，现在的她已经重新长回了颜值，就连发际线问题也没有了，完全看不出之前秃了那一块，实力回击之前的斑秃传闻。